想要清幽少少，呢個樓盤就啱你嘅，叫小柏峰，恆基發展嘅。佢係靠住座山起嘅，所以佢大部分單位都望到山景，而且成棟閣外形係相當靚仔。如果高層望過個山，就有一個好開揚嘅市區景。OK 嘅，我哋睇下個示範單位，市區411尺嘅三房。700万到800万之间啦，咁个名叫晓柏峰，入嚟啦就电子门锁推开佢，就一个比较靓仔嘅长型嘅厅，呢个系直厅嚟嘅，佢入门呢个位置就有鞋柜嘅，我哋可以闩一闩门咁样会好少少，咁入门呢个就做咗一个玄关柜啦，可以摆鞋啦、摆电话啦、随身物品 OK 嘅，然后再过嚟就系一个一字型嘅厨房。咁藍色嘅，你見到樓底都高嘅3.5米，海面就一定唔夠，但係有個氣窗 OK 嘅。客廳就喺呢邊啦，有外面一個大嘅露台位，3合1露台嚟嘅。廚房嘅另一嚿就喺呢度啦，咁就雪櫃，然後浴室就呢邊做咗一個方正啲嘅，同埋佢用一個雙趟門嘅淋浴區啦，因為做咗天花，所以唔算特別大，簡單企理都喐到 OK 嘅。呢度就有兩間細嘅睡房啦，都係差唔多大，佢就用櫃去間開咗兩邊。咁呢個櫃就兩邊都可以用嘅，有啲人中意，有啲人唔中意，我就麻麻地，我拆咗佢，做一間大房，就睇下你點用啦。我覺得411尺用作兩房應該 OK 嘅，有三房就。睇屈就自己啦，咁呢度就有另一個趟門啦，都係為咗慳米，係啦。咁如果呢邊就主人房啦，似呢個單位講緊大概700万到800万之間，你覺得投唔投資得過？歡迎留言話知，拜拜。